seeing night. Admit that she's always on my mind. Wanna give her the world and so much more. Who is my heart waiting for?在排行榜上面全部都是这一位，都是这张专辑 Who Jimin 2:09分。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有一点，进入到第二个小时，8月1号的飞碟有一点，我是欧马克，我是玛丽，一样欢迎你打电话进来。然后我们的美眉爱漂亮时间，欢迎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你最近有没有发现什么很厉害的东西，或是做法，做法，对啊，做法。哦、做法，做不是魔法那个做法，好难讲哦。做法，很厉害的东西是产品嘛，嗯，做法就是方式啊，比如说什么运动啊，或什么按摩手法、啊，可以让自己变漂亮的呀，都欢迎打电话进来哟，0223639955，23639955。嗯，除了打电话分享之外呢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当中分享，我们的 Telegram 是 DEARMARCY@DEARMARCY 就可以进入喽。굳이시간쓰지않지나내시선에뺏어 I see you crossing 내결한배점상을줘너여유가뺏어언제든 I step in 떠나보는꿈에Big dog, big dog. 걸음걸이고장나버린듯이 walk. Don't care about a thing. 난내기분대로 walk. 걸음걸이고장난듯이 big dog, big dog. 난 big dog, big dog. 걸음걸이고장나버린듯이 walk. Don't care about a thing. 난내기분대로 walk. 걸음걸이고장난듯이 big dog, big dog. Dog.다르게더걸어걸어 walk 발바닥이더뜨거워더뜨거워누가뭐라도난이대로 walk 난이대로 walk 내기름에그러워난맘대로내 noise 내이름을불러대 No matter where I go 모두 want it once again yeah 더반응해 walk 더반응해 walk 내걸음이더뜨거워더뜨거워 Big dog big dog 걸음걸이고장난버린듯이 walk Don't care about a thing 난내기분대로 walk 걸음걸이고장난듯이 big dog big dogBig dog, 걸음걸이고장나버린듯이 walk. Don't care about a thing, 난 내 기분대로 walk.
걸음걸이고 좀 나도 다시 삐끗덕 끌어봐 yeah, get out my way 부딪히다가 삐끗해 Ay, yeah, get off my lane 깜짝할 새 앞지르네 Ay, Hey, 有人在吗？哎哎 ，NCT 127023236399555。你有用到什么好用的东西吗？说到好用的东西，很久很久之前呢，推荐过一个。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没有那么红，可是它现在已经完全很常在 Cosmetic 的排行榜上。甚至我发现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台湾还没进，后来台湾现在也进了。我好像前阵在保养还有看到。它应该叫做什么 Quality First 的一个面膜，一个金色袋子的。有一阵子我很常分享。那如果你是很爱那个面膜的话呢，因为我今天早上看到了 Peach 最新的 Cosmetic 排行榜的影片。之前那一袋呢，可能有的人不喜欢的原因是在于，有的人不喜欢一袋打开很湿，是一片一片抽的，会有那种我一直开开关关，我来不及用完的疑虑在里面。尤其以前很流行那种像棉盒30片的，那就更多。虽然那一盒只有7片，可是我觉得7片对于很多人来说也觉得说我要用好久。对啊，它现在除了单包装的，我觉得超赞。可是单包装我在台湾还没有看到 ，Peach 也说是新上市的，所以刚好如果你最近有要去日本玩，然后你又喜欢这个品牌，尤其是它金色袋子那个 VC 1000吗？那个是我觉得最赞的。你喜欢单包装的话，你可以在那边买单包装的。你会为了多包怎么样？多巴胺多包装比较便宜而买多包装的人吗？我原本是想，可是以面膜来说的话，可是我现在知道我自己的使用习惯之后，我还是会买单包装，就以自己的习惯为主。对，价格已经不是广播女神在考量事了。我已经不惑之年了，我不能活得有点品质吗？我绝不会去非洲。Tonight's got that show 떨어질 듯 말 듯부터 있는 숫자들도 Let me bring that icy cold controls with pH1 차가워진 손을 뜨거운 관심으로 다시 데워 Yeah, popping out on the weekend In a party는 너무 지루해 Got no flame, all the beats that Like a flat coat, 너무 감사 Yeah, popping out on the weekend In a party는 너무 지루해 Got no flame, all the beats that Like a flat coat, 너무 감사Popping out of the weekend, and that party는 너무 지루해. Yeah yeah, got no flame on the beach tag. Yeah, like a flat coat, 너무 감사. Let me see you go step right, step left, and then put a little. 在深夜醒来，又忘记关窗。烈的风，放肆的吹，吹散了梦中遗留的火光，像是警告我别奢望。我能看见现实和未来，早被写下的遗憾，没有谁。我。
什么美好人生的诀窍想要分享吗？23639955。喂，嗨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达达。达达，发现没办法推荐爱漂亮，但我可以推荐一个我觉得很有用的东西。嗯，它是解酒。哦，解酒液啊。对。哦。应该蛮有名的，它叫悟空诺奇卡达，黄色，便利商店都买得到。嗯，喝酒之前先喝一杯这个，昨天比较不会宿醉。哦，只有日本的便利商店有吗？哦、日本便利商店，台湾有没有我不知道啊，因为我来日本之后才开始在喝解酒液的。哦，什么诺奇卡达？什么？悟空の力。悟空，它有汉字吗？它没有哎、欸，它前面就是片假名，然后 K O N N O。悟空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什么草药还是什么之类的、啊？哦，它成分是姜黄啊，姜黄、啊，对对对对。哦，所以姜黄的英文是悟空。对对对对，姜黄的力量。对 对, 對，悟空の力。哦，那就之前很流行那种什么红姜黄，吃一些姜黄，都是相同的道理。对对对对，有点咖喱味这样子。咖喱味，对啊，它喝起来也不很难喝哎、欸，就是喝酒之前就先尬一罐，嗯，然后晚上喝完很醉再一罐，早上醒来还是不舒服再一罐。好的，可能啊，感谢达达推荐，啊，推荐这个，拜拜拜。Bye bye。快躺好，下午大家要上班，不能躺好吧？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，好棒哟。要来跟你说说国旗们的故事了。只要啊，你家的国旗啊，你的国家的国旗呢，有联合国的介入的话，那很可惜或很不幸的就是，你们国家可能都不会很和平啊。包括了像是柬埔寨啊、东帝汶啊、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亚都有联合国，赫塞哥维亚，对，就是联合国的团队去帮忙设计的一个国旗。还有呢，其中我在明年也要去的一个地方，他们的国家也有国旗，哎，不应该说是国家，他们根本不是国家，可是他们有旗帜。这个旗帜呢，受到联合国影响，就是南极的非官方旗帜。因为南极它没有一个独立的政府，也没有什么管理政权啊。可是，有很多的设计用来代表南极，就是将白色的南极放在联合国蓝的背景上面。好了，那这个旗帜的设计者呢，是来自于英国的旗帜研究所的首席旗帜研究家啊，叫做 Graham Bartram， 他呢也有参与刚刚说到那个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的国旗设计啊。南极条约组织啊提出了这个南极旗啊，在2002年的时候被采用了。上面呢就是南极的地图，然后呢不是在用联合国蓝了，是用背景颜色更深的。当你搜寻这个南极旗帜的表情符号的时候呢，你就会看到我们刚刚说这个旗帜学家所做出来的设计了。那这一本《国旗们的故事》呢，它分成了从一开始讲说，三色旗啊、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是三色旗，然后呢，米字旗，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呢是被英国统治过，然后在独立之后还保留了英国国旗在上面。再来呢，第三的段落呢，就是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有联合国概念的，不管是那个橄榄枝，还是呢这个世界地图的投影，其实呢，在世界国家的旗帜上面，国旗上面呢，还有一个流传最广最久的一个概念，就是十字架。这个国旗上面的十字架呢，一开始我们先谈谈是丹麦，在1000多年前啊，丹麦的国王哈努尔 Bluetooth 哥姆松将基督教定为了丹麦国教。那刚刚呢，我在讲这个国王的名字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听到中间呢？他这个名字叫做 Bluetooth，
就是我们现在的蓝牙。嗯，蓝牙科技的命名就是在纪念这位1000多年前的丹麦国王。哦，因为蓝牙的发明者认为蓝牙的科技整合了不同的数位装置嘛，就像哈拉尔这位国王统一了丹麦和挪威那个样子。好了，那之后呢？这个丹麦啊，有在跟爱沙尼亚人在塔林部，在塔林交战。丹麦人呢，快要落败了。可是传说，有一面白色十字架的红色旗子从天而降，然后丹麦人就大受鼓舞，最后取得胜利。啊，这个旗帜呢就被定为王室的旗帜了。那这个比较像是传说跟神话啦，比较符合现实的版本呢，应该是丹麦的这个十字架渊源就跟英格兰的圣乔治十字架是一样的，你可以追溯到狮心王理查跟第三次的十字军东征。那丹麦的这个十字架呢，你会觉得为什么它不至中呢？然后为什么要偏一点点呢？那这是因为一开始这个他们的旗帜本来就不是正方形的啊，也不是什么什么长方形的算比例的，没有，所以他们一开始呢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你知道欧洲最大的国家面积是哪一个国家吗？欧洲最大的国家面积，欧洲有最大面积的国家是哪一个国家吗？哪里？答案竟然就是丹麦。就是不对啊，丹麦明明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半岛啊。那是因为丹麦它有440座的岛屿，其中包括了世界上最大的岛屿格陵兰。哦，丹麦呢，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跟国旗相关的这条法律。因为一般来说啊，国家都会禁止国民以任何形式去毁损你的国旗。可是丹麦的刑法是相反的，你在丹麦你是可以焚烧丹麦国旗的，但是你不可以烧世界上其他的国旗，你只能烧丹麦国旗。你在丹麦你可以烧丹麦国旗，你不能烧其他国旗，非常非常奇妙。那到底为什么有人会想要烧这个和平的北欧国家的国旗呢？2006年，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件事情啊。当时呢，丹麦国旗成为世界上最常被焚烧的国旗之一，因为那个时候激进的穆斯林在抗议，丹麦的一家报纸刊登了对他们的先知穆罕默德的讽刺漫画。这个讽刺漫画呢，其实还。这个漫画家还受到很多生命的威胁啊！那个时候很激进的穆斯林，有不断的在说我要杀掉这个漫画家啊，以及呢对丹麦这个国家就是做出了很多很可怕的事情这样子。好了，那除了这个十字架的丹麦国旗是红色旗子、白色十字架之外呢，北欧国家好像也都是很多十字架的哦，像是瑞典。IKEA 大家应该有印象了吧？蓝天当中的太阳十字架，传说中啊，瑞典人在12世纪的时候打败了芬兰人。一开始呢，瑞典人居于劣势，可是瑞典国王在蓝天中看到了太阳的十字架，就改变了战争的风向。这跟丹麦国旗一样呢，瑞典的国旗跟丹麦的国旗在历史中几乎都没有改变。只有在19世纪的时候，瑞典跟挪威有结盟，所以这两个国家的旗帜有变成十字架的杂烩，合在一起，很像英国的国旗。后来呢，他们在旗帜上面就取得了妥协，把联盟象征呢放在旗帜的左上角。联盟瓦解之后呢，瑞典人就重新拿回他们这个蓝天当中的黄色太阳十字架的老国旗，把深蓝色呢改成比较浅一点的蓝色，也就是现在呢我们就很熟悉的，看到的瑞典国旗就会知道了 IKEA。 那芬兰呢，芬兰是一个蓝色的十字架，芬兰的蓝色十字架是白底的。这个快乐的北欧国家呢，两国的边界是世界上最诡异混乱的。芬兰人曾经不小心在瑞典的一座无人小岛盖了灯塔，然后这两个国家呢，很快的就开始觉得，哎，不能这样子，我们要划我们的边界。芬兰啊，它没有悠久的独立历史，也没有悠久的国旗，它是在1917年从俄罗斯独立之后举办了国旗设计竞赛。大众的讨论啊，主要集中在两个选项，一个呢是现在这个白色背景上的蓝色十字架，或者是红色背景上的黄色狮子。怎么会有这个呢？非常非常特别啊！好，第三个选项呢是蓝色背景
白色十字架，但是呢这个又跟希腊的国旗太像了，所以被否决掉。最后就是这个蓝色十字架确评中选啦。那个时候啊，芬兰刚经历了白卫兵跟红卫兵的内战。白卫兵啊，就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支持者，红卫兵呢就是共产主义跟社会主义者，所以红色不再受到大家的喜爱了。虽然呢这个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的十字架有出现在芬兰的国旗上，可是芬兰不被认为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。在新国旗诞生之后，芬兰人决定要把国旗的浅蓝色改成深蓝色，而同时瑞典人刚好做出了相反的选择，要把他们的深蓝底换成浅蓝底。既然都讲了北欧，那我们就来讲讲剩下的这一个国家吧，就是挪威。另外一个拥有斯堪的纳维亚十字架的国旗就是挪威国旗了。他们一开始是先跟丹麦结盟，又跟瑞典结盟，而这些结盟都对他们的国旗造成了影响。挪威的正式国旗是在1821年通过的。那个时候呢，我看一下哦。好，德国地理学家曾经呢在推特上将挪威的国旗称为国旗版的瑞士刀。他注意到可以在挪威的国旗上切分出六个国家的国旗，可以切出印尼、波兰、芬兰、荷兰、泰国跟法国。那么多。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就是你要怎么样切，因为挪威的国旗呢，它其实是一个深红色的底，加上一个白色的十字架，再加上白色十字架里面的深蓝色十字架，所以它切的方式呢，就是用不同的这个正方形去切它的国旗，就可以切出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国家的国旗这样子。最后一个北欧国家啦，也是台湾最近这几年非常非常多人喜欢去的，去那边看极光，去那边做白日梦，当冒险王的冰岛。冰岛的国旗也可以找到这么多的国旗数量。1944年呢，这个国家正式独立，在公投中呢，以 98% 的民意赞成脱离丹麦。跟传统的国旗不太一样，冰岛国旗上的红色不是鲜血，冰岛上面的红色是火山的岩浆，因为火山对冰岛历史太重要了。像2010年这个火山爆发的时候，让欧洲的空中交通中断了将近一个礼拜。但是呢，这个21世纪的爆发跟18世纪末的火山爆发相比，已经是非常非常轻微了。因为18世纪的时候，那一场爆发持续了两年，导致全球的温度都降低了。那降低温度的结果呢，就是欧洲的农作物全面的收成不好。有人是认为啊，就是因为收成不好，大家肚子饿了，所以才有法国大革命的。2:56来到跟你说再见的时刻，我是欧马克，我是玛丽。希望呢你今天有一个美好快乐的一天，新的一个月份开始，也希望你有一个非常好然后有充满计划的一个月。我们明天再见咯，拜拜。